高雄的海硕杯是台湾男子的一个职业网坛最高等级最高的一个赛事。那这次我想高雄的海硕杯也有很多刚刚介绍过很有名的选手来到高雄。我们希望高雄市的运动产业能够持续的发展，相当感谢这么多的集团，这么多的这个民间企业长期以来的支持。那我们也希望未来高雄市能够有更好的运动产业的环境跟条件。我们是希望在台湾真的让台湾的男子网跟国际的网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我们高雄市民多进场来地台硕杯加油哈。等下高雄比赛是当然甲平感觉足好诶，因为咱台湾拢无遐侪机会当伫遮拍，所以两边诶当伫台湾拍是足 lucky 诶。啊，希望就是当拍较久诶，拍一个冠军嘛会使，状况是会使啊，因为咱去香港嘛有五个选手啊，我是感觉咱五个是上，即卖是台湾上强诶啊，所以。咱袂歹，因为咱干那拍一场嘛，所以咱即马会当准备海硕杯啊。还是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海硕杯的赛事，因为它是就是 ATP 赛事中强度最高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就是非常期待今年会有更好的表现。其实最近状况其实蛮不错的，就是自从在欧洲拿到四大运金牌之后，然后就是连续好几个比赛状况都打得蛮好的，所以现在就是非常有信心自己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今年是第二次打进那个会内赛，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海硕他们愿意主办这个比赛，让我们台湾选手有更多的机会去往国际赛事发展这样。